一，如果你想被人们记得的久一点，请靠作品，不要靠作。许嵩，如果把活着的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谨慎对待，或许时间会被用得更有价值。可是如果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想一下这个世界将多么疯狂，有人抓紧时间行善，有人抓紧时间作恶。许嵩，三，我满意于自己依旧那么的不会做人，对喜欢的人笑脸相待，对厌烦的人敷衍了事。许嵩，四，创作这件事要顺其自然，顺乎内心的变化，生活也如是，人不必委屈自己的心。许嵩，五，一个人如果按照别人想象和要求的有个性去走自己的路，那岂不是又陷入了另一种没个性？许嵩，六，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实实在在做事的那些人，而不是光说不做的那些人。许嵩，七，对于一个贫穷的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摆脱贫穷。许嵩，八，不用管他飞得有多累，只要看他飞得有多高。许嵩，九，实力是可以被证明的，但感受却不能。许嵩，是爱情是渺茫的，它就像沙子，你握得越紧，它流得越快。许嵩，十一，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拥有很多理由；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许嵩，十二，富裕的家庭能营造不同的环境，所以多样；不幸的家庭总是相似，因为单一。许嵩，十三，年轮多了两圈，故事还在循环。我对不起的和对不起我的都褪色了。许嵩，十四，哥用没用心一听便知，人用没用心一眼便知，修成这份洞察力，究竟要错听多少歌，错看多少人。许嵩，十五，内涵如果这么容易讲出来，那自然也称不上什么内涵了。许嵩，十六，其实你我都改变不了什么，萍水相逢，缘开缘灭。许嵩，时期很多时候过去总是显得美好的原因是我们追加了太多华丽的片段进去。许嵩，十八，许多念念不忘只是一瞬，许多一瞬却是念念不忘。许嵩，十九，窗外蒙蒙细雨，地面却毫无失痕，明明存在过最后不知所终。许嵩，二十，曾经觉得尽在掌握的事，总在不知不觉中从掌心里流沙般溜走了。许嵩，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